来宾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出席由精英大学化学会举办第九届精英杯亚洲同学化学会的公开赛。马上要开始的是3月9日第三场比赛，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辛奇尔，坐在我右边分别是正反方的计时员兼计分员林志轩以及谢瑞琪，欢迎大家。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比赛双方辩手。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代表队，中国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一辩李乃栋同学，二辩刘子平同学，三辩叶军同学，四辩江新文同学。王旭团同学，他是张小仙同学，他是郭伟林同学，他是陈冠范同学。当然除了比赛双方，马上我们来介绍就是今天决定胜负的两位，也就是本场比赛的两位决胜。第一位林子杰先生，他是前华人中学教练，2012年全澳大专辩论赛冠军，蝉联3届全澳大专辩论赛全场最佳辩手。第二位林志斌先生，他是英籍国际大学辩论队教练，现为一名媒体工作者。第三位黄喜。人明星队成员，感谢各位评委百忙中抽空出席参与的参赛，欢迎你们。好，相信大家对比赛的程序相当了解，那我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这场比赛。比赛题目是：正方贾宝玉迎娶林黛玉，反方贾宝玉迎娶薛宝钗。我重复，比赛题目是：正方贾宝玉迎娶林黛玉，反方贾宝玉迎娶薛宝钗。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赢得奖牌，您的申论时间为4分钟，计时将于您开口发言开始计算，有请。谢谢主席，尊敬主席，对方辩友你们好。因为我方观点是贾宝玉迎娶林黛玉，应是应该的意思。我方认为在做出婚姻抉择时，由于关乎自己的幸福，在两种选择对别人都没有伤害的情况下，选择应该尊重贾宝玉的个人意愿，即判定标准为贾宝玉本人愿不愿意娶，他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当事人的意志之上。我方将论证为什么贾宝玉本愿是娶林黛玉，从而论证贾宝玉应娶林黛玉。我方将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证我方论点。首先，贾宝玉真的想娶林黛玉，而娶林黛玉对贾家上下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有一次，宝玉听紫娟说，黛玉要回家嫁人，整整呆住了半日，以至于大家都以为她要撒手人寰。后来宝玉疯了，听到姓林的人就以为是林家的人来接黛玉回家，扬言要把所有姓林的人都打回家，直到紫娟反复告诉他说是骗他，宝玉疯病才好。可见贾宝玉一心一意只想娶黛玉，若黛玉嫁给其他人，其心里就会受到严重的创伤，甚至黛玉也会因为担心宝玉而一病不起。对于这样一个认为娶不到黛玉就要命的宝玉，如果对方没有再告诉我要为了贾氏家族的利益或父母的意愿就娶好妻子宝钗，实在是对贾宝玉的苛求。我们再看去黛玉对贾家来说情况如何？贾宝玉是一个黛玉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且与贾宝玉是惺惺相惜的灵魂伴侣。这样一个女子，对贾家的颜面有增无减，又能够给贾宝玉提供最好的爱。我们可以发现，娶黛玉对贾家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什么实质危害，贾宝玉一心想娶她，不容许她嫁给别人，因此贾宝玉应娶林黛玉。其次，誓言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贾宝玉娶林黛玉是践行自己的誓言，是个人意志落实到行为的表现。宝玉黛玉早就有半心不就手帕作为定情信物，承诺要娶她，而黛玉也在手帕上以此作为回应，明说按照了私定的终身。当黛玉为所谓的金玉良言而吃醋时，宝玉亲口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的心里要是有这个想法，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生。如此不是难道不能体现宝玉对于黛玉的承诺吗？倘若他去娶了薛宝钗，岂不是对自己誓言的背叛，对于自己意愿的不负责任？
代，互相交换定情信物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的事，就好比现在送的订婚戒指。所以倘若贾宝玉最终娶的薛宝钗，那是没有对黛玉和自己的负责，更没有顺从他自己的意愿。最后宝钗和宝玉的价值观有严重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势必会导致他们工作生活不幸福。贾宝玉鄙视功名利禄等世俗之物，不愿走仕途，他痛恨八股，把八股文物视为耳鸣吊物之间，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入户，厌于他们接触外物，更不愿与士大夫之类结交。一次宝钗劝宝玉好好处理人际关系、经济之道，宝玉听都没听，直接夺门而出。事后史湘云与宝玉聊天，说贾宝玉如果真做林，对林黛玉做的话，黛玉一定会非常非常生气。宝玉却说，林姑娘可曾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成？或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给她生混了。可见在宝玉心中，与宝钗价值观的分歧，已经是宝钗在他心中是一个生混的人。尽管他们同住一院，来往颇多，也不能说明，薛宝钗和黛玉是非常是关系非常非常好。宝钗是个名士与大家闺秀，我一直承受宝玉这种冷淡，心中一定会感到委屈。而宝玉没有娶到林黛玉，也不会快乐，反而日日夜夜把黛玉的好与薛宝钗相比较，从而生闷气。宝玉没有达到宝钗心里那个认真读书、为家国天下操心的好丈夫的标准，而宝钗也没有达到宝玉心里那个善解人意、不逼他读书那个好妻子的形象。不难预见，如果贾宝玉娶了薛宝钗，两个人都不是对方最适合并且期望的伴侣，他们婚姻生活一定不会幸福。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贾宝玉应娶林黛玉。谢谢正方一辩，请退步，请反方辩上台，时间为两分钟。谢主席，对方你好。你好，我先来确认您方的标准。您方的标准是不是要从到底宝玉应该是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还是父母意愿？对，个人意愿。所以您方是不是您方的判断标准，它是需要不是您方是不是要判断它不应该根据父母意愿，是根据个人意愿，对不对？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个自由恋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人追求自由恋爱？对。对吧？你知道美国一个叫做安全战争的 Brad Pitt 吗？嗯。那就是。安德里娜朱莉还有他的老婆，对方想请问一下，在虽然他们刚说爱轰轰烈烈，虽然但是他们个人愿，最后他们的婚姻有维持下去吗？哎，对方没有，只要婚姻维持他的个人意愿，他几乎维持不下去。所以你他们最简单来讲，依据自己个人愿，不代表你的婚姻会维持得更久，对不对？对。所以尽管你这个爱的事情，不代表你会离婚，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看到了吗？即使你根据你的自己个人意愿，不代表你的维持性可以更长久，因为你受到其他因素所影响，也是所谓的相处生活，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按照自己个人意愿，你会更不长久，非常非常短暂。因为让你来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愫，对方想请问一下，你方觉得贾宝玉对薛宝钗有情愫吗？没有。没有，对方想请你看看这第五章，这说宝玉提示无意，也就是说有黛玉和宝钗，是为了他对他有情愫吗？事取如意，就是对两个人都同样的看待。哎，对方没有。如果我和我的双胞胎，我可不可以说我跟他事取如意？他是宝钗如意，他说不定他们只是关系很好的好朋友呢。他把宝钗当成一个大姐姐，他们之间并没有情愫啊。其实在你看另外一款，也就是的第一版第十一章，宝玉喜欢宝钗知他心。哎，听懂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人人都有一个知心朋友，难道我说好，他没有娶回家吗？好，谢谢，拜拜。再来，因为时间到，即使嘉宾应该很快也好开始算。你好，你看对方刚刚第一点告诉大家什么？对方告诉大家说，其实贾宝玉是真的想选林黛玉，因此他以此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贾宝玉是应该要选林黛玉。但是大家想看的，大家都想要自己的婚姻是一段长久的婚姻。如果今天如果我们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的话，这就代表说我们的婚姻真的是能够长久吗？这里就留下了疑问。谢主席，大家好。皇帝想回贾宝玉一起薛宝钗，《红楼梦》这部主作最为令人熟悉的三个主角，也就是贾宝玉、薛宝钗以及林黛玉，之间的爱情纠葛。贾宝玉自幼就深受
受了他的家母宠爱，由于温柔富贵乡，专爱做养之本，却不喜欢建功立业，潦倒不通则愚顽怕文章，便是对贾宝玉最为贴近的写照。林黛玉父母双亡，自幼寄人篱下，只说有个性，但不免造成容易自卑，多于甚至有些小心眼的性子。薛宝钗才德兼备，性格大度，处事淡然，面面俱到，汉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手拙，更是形容薛宝钗低调，对却对人情世故了然于胸，更善于儒家。贾宝玉究竟应该要选林黛玉还是薛宝钗，更应该取决于何者性格更适于婚姻里。世人对于贾宝玉的爱情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对林黛玉特别的喜爱，他们俩相互喜爱的心思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可是众人忽略的是，他却也是一个多情公子，主作里不乏贾宝玉在内围私自混的种种司机调戏金钏儿，邀请史湘云同榻而眠，甚至与袭人超越情节的亲密关系，是这些都论证了是贾宝玉爱情并非世人所想的如此专一。面对这种多情种子，直率多言的林黛玉多事之处，只小性子，甚至出言讽刺奚落一个喜爱游走姐妹对立的贾宝玉，碰上久处成爱的林黛玉，导致他们是总会有摩擦碰撞，而婚姻里的为一生一世的相守相处，一次两次的让步或许可行，但长时间的性格摩擦却是让慢慢消磨他俩的爱情。反观薛宝钗的性格大度且善为人处事，不仅能够应对贾宝玉的风流性格，更懂得处理两人相处之道。贾宝玉对薛宝钗的喜爱相不比林黛玉来的多，但《红楼梦》28回里写道，贾宝玉对薛宝钗的宁知苏碧想摸一摸，却是体现了贾宝玉对薛宝钗有着男女之间的情愫的。相爱容易相处难，爱很可贵，但是婚姻的相处之道并非只依靠喜爱感觉，婚姻更缺的是相濡以沫，携手共生，而非轰轰烈烈却无法细水长流。当贾宝玉对于两者的都有着不同的情愫时，薛宝钗的大方体贴更则比林黛玉的不经修饰的性子更适合维护两人婚姻关系。而现实生活中，贾宝玉一生未有考取功名，他喜欢性情文学，去念八股文和四书，看似风流潇洒，实际上就是从未考虑过自身的前提以及未来的打算，更不懂如何掌家的这个痛苦事。这样的性格和写照体现了贾宝玉的不够成熟和稳重，对于一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显然贾宝玉是否仍然不易挑起大梁，就是成为家庭支柱的。林黛玉注重灵性生活，更不食人间烟火，对生活琐事并不精通。林黛玉从不会宣告贾宝玉为世俗努力，反而喜欢作诗写词，看似与贾宝玉趣味相同，但是长远来看，就说明了林黛玉不懂得为两人的未来打算。两人腻在一起固然浓情蜜意，但是倘若两人在一起后未来会是一片朦胧，对这样没有基础的婚姻其实并不可靠。薛宝钗正是林黛玉的强烈对比。经过薛家后的薛宝钗更有长家的经验，也懂得规划生活，无论是帮助治愈贾宝玉，还是帮助林黛玉。谢谢。不好意思，由于刚才技术上问题，我们是根据我们秒来计算时间的。OK， 好，谢谢。反方一辩，请阅过，请正方上辩上台咨询，时间为2分钟。社会当中到底贾宝玉，后面我的问题是谁 ？OK， 贾宝玉。好，继续下一个问题。对方故意跟我论证说宝钗特别贤惠，那请问他后面有宝钗特别贤惠，贤惠的在《红楼梦》里面贤惠的是谁？好，对方我觉得宝钗。OK， 好，那对方没有，那我请问你，你到底是谁？好，对方OK， 史湘云是很贤惠啊，是。OK， 好，那既然史湘云很贤惠的话，对方没有论证，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宝钗那一块比起别人，对不对？OK， 接下来。没有对方，因为下一个问题。你要取谁吧，那就要比较两者啊，对对对，要比较谁。 OK， 可以。那其实方便，你认为贾宝玉应该娶谁，是你认为他应该娶谁，是谁认为他应该娶谁？那对方这个主语是谁，是谁认为贾宝玉应该娶谁？对方这个就是我们要为找贾宝玉找谁，就因为所以是方便，你认为贾宝玉应该娶谁？还是认识你对吗？对方就是对不对？方便对。OK， 好，那你认为贾宝玉应该娶薛宝钗？
然后对方也是有教的。OK， 好，那我们看到最后没有跟我们说，保开是他读书有效用，保开是他读书有效用，他是读书了吗？对方还是读书了，对不起。到没有，到没有，他在结果之前是他读书还是读书了？对方还有读书吗？到没有，哦好，我告诉你没有，对方没有在结果之前他是他读书没有效用。OK， 其他对方对方没有 ，OK， 对方没有，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对方没有，请问如果我跟这个人不相爱，是不是也可能离婚？对方不相爱是也有可能离婚。OK， 所以对方不能用相爱还有可能离婚来。谢谢正方三辩，再次恭喜各位来宾。那辩手在发言时，请各位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量，以免影响辩手发言。接下来有请正方辩护律师，时间为三分钟，计时将于您开口发言开始计算，有请。好，首先回答对方辩友刚刚的问题，对方辩友质疑我方林黛玉和贾宝玉婚姻的维持性，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会发现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已经经过非常多的磕绊了。林黛玉跟贾宝玉吵嘴次数，我看你数过是好几十次，但事实上他们还是维持下，并且贾宝玉还是一心想要娶林黛玉，并且林黛玉也是一心想要嫁给贾宝玉，所以对方辩友其实没有理由来质疑他们两个在婚后是不是还。继续维持，反而是对方辩友没有论证好为什么宝钗和宝玉在婚后会维持得更好。然后再回来，对方辩友，宝玉其实并不是一个多情的人哦。其实贾宝玉他对姐姐妹妹非常好的原因，只是因为贾宝玉生活中他只有姐妹，他身边除了姐妹妹没有任何别人，没有任何别人他可以交往了，所以他只能把姐妹当最好的朋友。所以他把姐妹当做最好的朋友，是他对姐妹比较好的原因。而他对他的情不多，而且只专心于林黛玉，是因为他已经给林黛玉送过一份手帕做定情信物，并且他对林黛玉许下什么天注定面万事足的人生，我要是不娶你我就不行这种誓言。所以可见林黛玉的确是贾宝玉真爱。然后对方辩友刚刚已经承认，其实史湘云她也是一个贤惠的好妻子，对不对？所以对方辩友其实在用社会观点，就是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社会上认为什么十大体的人，大方体贴人是好妻子，但是对方辩友并没有问是为什么贾宝玉他这个个体应该娶好妻子，对方辩友在告诉我们说，是个男人都应该娶薛宝钗或者都应该娶史湘云这样的好妻子，对方辩友这点有问题。然后对方辩友刚刚又告诉我们说，对方辩友刚刚又告诉我们说，薛宝钗可以劝贾宝玉读书，但真是这样吗？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薛宝钗已经劝，在他们读书之前，薛宝钗已经劝贾宝玉读书，劝过非常非常多次，并且他从来没有改过换过方法。然后再看贾宝玉是怎么反应，贾宝玉有一次听到薛宝钗劝他以后，直接夺门而出，这样是算是听他话表现吗？所以都没有，其实没有办法论证为什么结了婚之后，贾宝玉会听从薛宝钗的话，然后去认真的考取功名。然后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薛宝钗是一个大方的、体贴的，是一个包容人的人。但是这样真的是最好的爱情吗？你看，薛宝钗她不是当贾宝玉刚摔门而出的情况下，薛宝钗的确是忍让了。但她忍让真的，但她忍让也并不代表她是一个好妻子。她忍让的话，她的话都憋在心里，并不说出去。而贾宝玉他的气也仍然存在，贾宝玉和他的价值观就是冲突的，就是不会。贾宝玉问薛宝钗结婚的话，他们就是不会相容。就是贾宝玉非常喜欢一些琴棋书画的东西，他讨厌世俗，但是薛宝钗非常强调世俗。这样的价值观上冲突，就导致了他们两个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婚姻中互相融合，并且薛宝钗他只能够一味忍让。好，谢谢。谢谢正方二辩，请您留步，请反方三辩上台咨询，时间为两分钟。应该娶她是其中一个原因，对，是好像请问你，如果你
方所谓的忍让。再三请问您方，请问是您方，您方跟我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能在一起。对，是啊。请问你，一个辩手是不是一定要跟一个辩手结婚？哎，这这也不一样。啊、那请问你，一个辩手如果要求配合家庭关系，一个人主张是有一个人主张封建，他们是代表是不能在一起。对，啊、那请问你，如果他们结婚过后互相磨合，那就请问你，如果您方所谓的价值观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愿意下。脸很圆鼓鼓，我想摸你一下，请问我们之间有爱吗？对方说他是夫妻之
是什么吗？那还让他下来补蝶，就是他们说话都会说什么？我去补蝶调解。对方辩友，我明白了。对方辩友认为有这个夫妻之情就是有爱。我来看下一点。对方辩友认为夫妻之间有长久摩擦就会不幸福，对不对？不说长久摩擦，如果你对方辩友否认了，对方辩友在意见稿中说了夫妻之间有长久摩擦，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点忘记了，你澄清一下。您刚才到什么？您就您刚重申您刚问题，就抱歉。对方认为夫妻之间有长久的摩擦，这个婚姻就不幸福，对不对？简单来讲，就是你天天跟一个人吵架。然后回答我是或不是？是啊。那好，对方辩友，现在贾宝，现在薛宝插曲，薛宝插曲，劝贾宝玉读书。除了有一次他成功了，他是不是之前那几次他都不开心？他算不算摩擦？请问对方辩友？摩擦，不开心的人都会有。哎，对方辩友认为不开心人都会有，可是现在贾宝玉哄林黛玉，对方却认为哄林黛玉就是不开心的，对方根本没有给出对方，对方只用自己告诉我，我如果去哄林黛玉，我很不开心，对方没有说贾宝玉去哄林黛玉，贾宝玉不开心，对方还请接下来提问，然后下一个问题，对方辩友说真话有问题，可是我们答案，谢谢正方一辩，接下来有请正方上面提问，只给你三分钟，计时将会停。
有请反方辩上台质询，时间为两分钟。谢主席，大家好，朋友你好。想请问您，方当天你们临床就医大师时，在故事里面，其实贾宝玉六人不下去时，你们哭闹闹。啊，对对，我不知道，请问您房知道，当时您房就知道了。想请问您房了，在八十多张里面，八十多张里面。好的，谢谢。想请问你，所以想请问你，哎，对对，没有看到我，对对对，在八十多张底下，对吧？想请问您房了，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是，其实贾宝玉有人不在这的情况，所以请问您房，所以想请问您，您房认为是哭哭闹闹比较可取，还是一个会包容的人比较可取？哎，对对，我们没有论证，我认为的一个。哭哭闹闹的女人比较，你会比较想要娶她，还是一个？哎，都没有，我们讨论的是贾宝玉，不是我。地方，我先要跟你，最常请问地方，最常人，你认为普通人会选择一个比较会包容女孩子，对不对？那但是刚刚你在问的普通人，你还是没有问。地方没有，地方是，地方是，就是其实他是有误认，是在于是是应该要选的是一个比较会包容女人，这边是。哎，都没有，我是默认我可能会比较选择，但是我认为。好了，谢谢。那请问您方，所以请问您方是，您方认为因为宝玉不会选，所以您方想知道宝玉不会选择一个比较会包容的女人。哎，各位，宝玉就是想娶黛玉，我和一个文和论证，他不仅送了定情信，他还跟黛玉发誓，如果我不娶你，我就天打雷劈鬼变妖。所以说，就是想娶黛玉。所以想请问您方是，您方认为其实所以您方一直指责我方说，其实没有交代是婚姻过后的生活是是一定会长久。对啊，好的，那请问一方，其实你知道，其实中国夫妻心理咨询师去告诉我们，其实哎，都没有，你在问是现在中国夫妻心理咨询师，你还是没有问是为什么宝玉跟黛玉不是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说，其实相处是婚姻或者主要原因的时候，所以在重要性上还是要好好相处。谢谢反方意见，最后有请反方上辩，时间为三分钟。剪断他的东西，贾宝玉一时忍不住，他就爆发了。所以我们看。
在教练训练的时候，请不要把任何底线或指标交给练习生。教练只能根据场上的情况，请双方教练。对，我方认为林黛玉可以领导，林黛玉是个不成熟的人，贾宝玉不会。
真爱林黛玉，贾宝玉应该去保护她。贾宝玉为了林黛玉更好生活，他会去奋斗，他会去读书。对方没有，你对方，您当初讲林黛玉是成熟人，请你解释一下林黛玉是怎么成熟的呢？对不对？林黛玉是成熟人，就是你用的问题。对方没有告诉我说林黛玉很成熟，林黛玉可以引导他读书。但对方没有，他引导对方没有引导成功的例子是在贾宝玉家道中落的时候，所以对方没有出发，对不对？他就是劝动宝玉读书的。其实我们这些引导是一例子，我们还有很多例子，就好像这天他的丫鬟读的，他安排所有的三个有办法，而且条理有序的。所以对于一个男人的生活，当他有这样子，他这样子行动不便，是一个这个有条有理的人的时候，在解决力方面，在打理家务方面，其实他是更适合作为一个妻子的条件。再来跟你，再来请对方谈一下那个，对方想请问一下，他没有请问他为什么一定贾宝玉今天需要娶一个能够帮他管理家务人？因为管理家务其实很多人，你看妈妈管家都可以管家务。看时间，这个妻今天宝玉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不同的轨道未来的时候，今天一个妻子如果给你做在他背后成为一个小成功男人背后成为推动这个男引导这个男人向前的时候，那不应该是什么？哎，都没有，今天又在跟我论证说，大家别的男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女人，我们在座评委应该是怎么样的女人，我们场上辩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女人，可是对方没有耐心告诉我宝玉应该是怎么样的女人，而且对方没有告诉我他在宝钗怎么很好，怎么会做家务，他会是个保姆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去宝钗？对方你要讨论贾宝玉应该娶什么女人，那你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讨论到底贾宝玉应该娶什么女人？他现在已经根本不存在，你要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我这方真的是很不明白。再说，请问你告诉我说贾宝玉跟林黛玉这样子官司一样是他们没有分歧，但是请问你如果这样子官司有一点不一样，是不是会吵架还有分歧？哎，豆豆，豆豆，你跟我说，哎，宝玉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了，我就告诉你，我在文中找到的意思说贾宝玉给他送了那批信物，贾宝玉就应该是林黛玉。再者，豆豆刚刚问我说啊，以后会有分歧，豆豆没有无法说以后为什么一定会有分歧，他现在家都是没有分歧，那他跟宝钗有什么分歧？这分歧是两回事。其实你读《红楼梦》，你知道他们林黛玉出现就是闹剧的开始，就是他会哭哭啼啼啊，他就会说，他就是各种的情绪，把他的负面情绪给抒发出来，看到了吗？林黛玉的出现跟贾宝玉存在的时候，他是不是以抒发悲他的负面情绪，而不是融洽相处？对对哦，如果在一个婚姻中，夫妻两个人什么话都不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吗？我们没有说什么话都不说，只是用比较冷静的方式来说话。但是，请问你，如果现在年方林黛玉为什么会跟贾宝玉吵架？你给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两个人不同的时候，这样会吵架。当然了，贾宝玉为什么跟林黛玉吵架？对方没有只告诉贾宝玉帮我花了一次，所以贾宝玉就不应该是林黛玉。可是我妈今天劝我读书，哎，我心中也厌恶，可是有一天我跟她爆发了，我就应该去跟她断绝母子关系吗？对方没有，这完全不合逻辑啊！张彪，张彪，你还跟我说过怎么会吵架？好，谢谢双方辩手。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总结陈词的阶段。方式点击中央讲台，一个总结时间为五分钟，计时要求您开口发言，直率就行。谢主席大家，我们看今天天王庙在自由编组犯下几个错误，那么今天怎样？今天就要先怎样来讨论这个辩题呢？那现在讨论到底今天贾宝玉应该自己本身个人意愿应该先去娶谁？可是我刚才提出了疑问，今天到底今天这个贾宝玉已经不存在，可能已经死了，可能不存在的情况下，你会这样谈来有什么意义？又告诉了他谈来有什么意义？我刚才说要怎么讨论呢？而是把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不成熟的男人，不成熟的男人加上一个。跟他一样不成熟男人，也就是贾宝玉跟他一样同样是重感情的林黛玉，还有陈作文中比较会处理事情的薛宝钗，这三个人来套进这个现实生活中，到底我们应该不成熟贾宝玉到底应该娶的是一个今天我爱他，他可以理性帮我规划我未来，可以帮助到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一起互相扶持有更好未来的伴侣，还是今天选一个可以虽然跟我一个比较不冷静、比较情绪多变、比较虽然重感、比较
比较在乎感情，可是因为容易吃醋、情绪不好的女人的这样子来讨论。不过今天刚刚就只是，刚刚今天其实提了一大个问题，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今天爱情其实就是超能力，爱情其实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被打败。所以刚才那些三个论点其实都是建立于这个东西之上。这些告诉我们，第二个论点告诉我们说，今天有许下贾宝玉许下这种诺言，可以许下这种诺言，所以就是很神圣的爱情。我方是许下诺言说永远在一起，可是我们方是见他的故事里面，他许下诺言，可是他真的有去实现这个诺言吗？他今天还是到处去沾拈花惹草，是不是还跟其他的仆人有不菲的关系？最后那天告诉我们说，诺言承诺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出现吗？到底这个爱情到表面说辞跟实践有任何的关系吗？在这段就告诉我们说，分析价值观不同，我方就提出了疑问。今天林黛玉跟贾宝玉虽然刚开始是有道德价值观的同样没有分歧，可是是讲如果今天结婚过后他们价值观不一样了呢？是不是根据林黛玉性格，他们又会大吵一番？一就我方说的，一不乱到山上吊，又要再捡他东西，又要去破坏他东西，然后又要让他来安慰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今天就算他有如果今天是薛宝钗跟贾宝玉的话，今天就算他们价值观不一样，贾宝玉的薛宝钗的优势就在于今天他懂得去冷静的思考，冷静的面对。我们看他是今天懂得去体，他懂得不是在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以情绪发泄来去告诉他这样是错的时候，我说今天薛宝钗的冷静面对这个问题，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才真正的适合。那是因为状况不断的质疑我方，为什么今天讲薛宝钗的才是真正的适合？就我方已经提出了很多点。第一，引导，我方是今天他可以引导走向正确的道路，今天还有劝他去读书，就有让他去考官。今天我方他是结婚过后，贾宝玉也因为他的劝说，所以最终答应了。看到这点是没有看到的，答应了去考官的时候，我们说其实有在引导这种在有爱基础下面建立的妻子，其实是可以引导丈夫，所以是对他们的双方未来更有发展的。在我方看到的是今天结婚这么搞错，结婚犯错误的原因，其实这么搞不清楚谈恋爱跟结婚的两个有很大的差别。今天谈恋爱我可以出去说出去喝个茶，有个位说个情话，回到家就各玩各的。可是今天就不是贾宝玉应不应该爱，应不应该跟薛宝钗或者林黛玉谈恋爱？今天是结婚，谈婚论嫁引导导致说出现什么婚后的生活？今天生活你要的就是在于今天生活，如果今天贾宝玉出去做工，靠近的女人林黛玉发现了，就回到家就要骂，就要吃醋的时候，不怕是今天身为一个丈夫回到家看到妻子这样闹的时候，到底这个丈夫就算刚开始有爱，可是这份爱会不会坚持延续下去？每个人要结婚刚开始都是起源于我爱你你爱我这个观念。说的话是今天就算你有爱，可是你在婚姻的过程生活中不懂得相处，再多的爱被磨灭，所以现在才有离婚律师的出现。不怕是今天我们必须更注重的是谈恋爱之后我们生活要怎么的相处，我们要冷静的面对问题，而不是遇到问题就吵架，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对方。而且我们看到是今天做到这一点的是薛宝钗，我明白对方今天要选择是自己一个爱的人，可是对方今天要考虑到是今天婚后的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结婚不像谈恋爱，不是说分就分。谢谢。宝玉是不是应该成，而不是别人，不是我们身上变成了所有人，也不是因为
只能不得不从这里站出来，他只能在平静的顺风顺水一带处理家事。但我也在从中看出，在后面这个交流中，薛家是被展家是被抄家的。我们不能够保证老差能够让在能够在风雨的时候能够继续维修展家。第二点，我们对方我方承认，确实薛宝钗看起来是比较有气量，他是个管理者，他是一个管家。但是我方坚持是贾宝玉应该是不在意，是娶一个能够壮，是娶一个能够爱我的妻子，而并不是我要娶个保姆。如果真是像他们说我要娶光花，为什么我不去娶湘云，去娶秦可卿，娶那些红楼中同样有齐家门的女人呢？其次，刚没有说的是，我们刚没有一直强调说是其他女人是我们要娶宝钗，而不是说贾宝玉愿意娶宝钗。对方把贾宝玉的个人约放在何处呢？第二点，他们没有一再强调说，就算贾宝玉存在，他们婚后生活很幸福。我觉得很奇怪了，在《红楼梦》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宝钗和薛宝玉娶林黛玉之后的婚后幸福生活，是因为宝玉黛玉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因为伤心过度而逝去了。所以，当这一切都其他推测。而反观我方辩友，在文本中找出不同的例子证明，即使林黛玉在生气的时候，宝玉是会哄她，她能够容忍，就是宝玉这样一个独特存在才能够容忍黛玉。我们确实承认，如果是其他男人，就是不太适合娶林黛玉，他确实是个比较怀春会闹的。但是宝玉这样一个存在，宝玉这样的特点就能够容忍林黛玉，他能够娶林黛玉。所以庄六说，其实前面的任何反驳其实都是无效的。庄六还在说，关于公理的问题，宝钗会劝宝玉去夺取公理。我方辩友在这样继续说，林黛玉心态也会这样的，这一句可是要将功折桂。可见林黛玉并不是反对宝钗去宝玉去考取功名，她其实是在某一方是推波助澜去愿意，也是与宝玉一个正面态度去积极的去赞同宝玉去考取功名。而且在婚后幸福工作当中，我们看到在前面几个交流中，宝钗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法去劝，但是宝玉一次都没有来采理，每次都是摔门而去，并且对于妹妹说，如果你说这样的话，我就会非常生气，而且我会跟你非常的陌生，我认为你不是这样的人。从这里面看出，其实宝钗跟黛玉是有本质上的存在。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在这谈这个辩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一种遵从个人内心意愿的价值观。我相信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世界上不只有宝玉，也有很多黛玉和宝钗这样的人存在。我们希望这些人在面前的时候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我们能发现这些名爱情当中，我们有朱叶也好，还是梁祝也好，都是一个内心个人愿和外部冲突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主角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能够遵从自己的心愿，在外部压力下仍然能够遵从自己。既然我们承认宝玉是个不成熟人，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遵从自己的心愿。
我先讲正方，你们对正方的，哦，我换过来，我先讲正方好了。你们对于反方这样子的攻击，在我这里开始是我觉得很零散，然后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就是那边强调真爱无敌这样子，就像我们讲的，你们在讲一个概念，就是真爱无敌，然后还应该这样的。可是直到我觉得第应该是第三位辩手的那个质询开始，我就带起了一个攻击。这个攻击对我来讲，把你们很小很小很小的战场就开得很大。给这个攻击是什么？这个攻击是针对他们提出来的这些要求，一个个去做反问，然后做了反问过后，你就跟他讲，为什么你们的条件是这样子的？你对他讲哦，你带有这个好处，贾宝玉、薛宝钗有这个条件，薛宝钗成熟，薛宝钗的大度，这些东西你一个去讲。虽然我的林黛玉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怎样子通过林黛玉本身的个性去做到薛宝钗能够在林贾宝玉身上发挥的效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成功的。有一个我听到我蛮赞赏，而且我觉得这在我这边影响占很大的那个判决，影响大判决在于到底这两个女人这样子让贾宝玉去成长的进步。你们认为因为薛宝钗很强，她会容忍，她会掌控大局，所以她本身能够让贾宝玉进步，这个东西是没有错的。可是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呢？他们的挑战在我来看是很高级的。对啊，我林黛玉是，对啊，我没有用啊，我看到那些死我会哭啊。但是我就是因为在这个爱情里面，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让一个男人对我产生保护欲，这个男人的保护欲想要让自己去进步，这是他们的挑战。我认为这个东西在男女关系里面是有可能产生，而且这个东西没有被挑战的。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刻画得很好。所以他的林黛玉虽然很弱，可是他不是因为你，他讲的就是在感情里面或者在婚姻里面，不一定要用强来让另外一者变强。他强调的是一种我就是弱没关系，但是因为这个弱里面爱产生了很大的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他的爱传冲去 marriage 的时候是得着。对我来讲，在这个 marriage 里面相处是不会有问题。 OK，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你一直在吵的，到底他们会不会吵架，就在于他们的价值观相不相同。你们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有一点会不一样的要问，那你们的潜台词就是说，哎，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一样的，潜台词是这样子。那你认为虽然我们两个的价值观不相同，但是我会忍让，那你们的进攻是什么？你们的进攻是有一点他这样过后有可能会变的哦，那你起码第一步你会让吗？你要两个价值观很极端的人跟价值观很靠近的人在一起先结婚，起码结婚第一年你要我这样子过，那第一年你先让我去想，我是一个男人，让我去想我第一年就要面对一个跟我价值观很不同的老婆，我要这样子想，那是最开始。然后你们的进攻是你可能以后会变啊，可能以后叫我会受不了你待遇这样子啊，这个可能性啊是可以攻击啊。可是我觉得攻击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策划就是对我来讲比较高低，我也是愿意把票判两个字，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心中有爱，然后林黛玉就是因为这样，然后贾宝玉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他们开始开得很渺小、单一、单薄，对我来讲讲法单薄。在这些跟你们对冲的交锋里面，他上升到一个高度什么？其实婚姻里面啊，我们不一定要找条件不符合不的人，我们找一个契合度最高的人。那个契合度最高的人，可能在双方都有的优点和缺点底下磨合，可能不一定磨合到你这样子一百分，那两个都会上进啊，会这样子。可是最后可能我们的契合度很高。简单来讲，我认为两个人不长进，但是我们在一起很幸福快乐，这是他们要讲的婚姻应该这样子。可能我不一定像你这样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多长进人，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契合度很高，这是他们强调的婚姻观。而你们选择的道路不是错，我觉得在攻防里面你们让了很多。你们的攻防就是死命要去讲说薛宝钗有多好不好。当你讲到薛宝钗多好多好的时候，其实你弱化了那个婚姻，因为婚姻跟爱情不一样嘛，对你们讲的是对。可是你们弱化了那个婚姻，一定要有，你们已经去强化婚姻要有客观标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这个是很挑战裁判的检验方式。我个人在我这里啊，因为我觉得在你们可以回去看影片，在你们的攻防打的时候，你们很多的口误，我开始真的接受这个是口误，可是到了后面我觉得是会手。你们讲哦，他就去接他娶了他觉得很伤心，很酷了三天，他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啊，他根本就不爱他，
我是用接受这个事实，哎，这个婚姻这么悲催啊！一开始我三天我就要接受这个事实。你看你们讲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变成你们认为一个完整的婚姻或者一个完美婚姻应该长这样子，然后今天贾宝玉应该要去符合这样子，所以他才应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在你们把你们这样子打得很 low， 前面三个到最面打到都是这样子很 low， 直到我唯一比较欣赏你们的是四辩的后面一段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四辩今天打的。OK， 我其实我提你们四辩，我提完那我就已经看打分数了。可是最后那段分数，你那段讲话我改了这本书，所以可能分数要有机会逆转是因为那边，因为我觉得你们今天应该打的是相处、婚姻跟爱情是三种不同的概念。那你要讲仔细讲，我们在讨论爱情跟婚姻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不同的角度？那婚姻观应该是怎样子？那起码接回你的，你们不要讲的是因啊，就是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我会这样，我会这样。我觉得一个妻子的责任应该是怎样，不是应该由你来讲的，而是一个老婆他对一个妻子什么期待来讲。可能我对我的妻子没有什么期待，我是觉得他可以做好一个女人的本分就好。可是有些人对妻子有很多期待的哦，要吃爸爸努力都会的哦，所以不是以客观标准讲，哎，这是妻子的责任，我觉得讲的太硬了，变成对我来讲很反感。然后你们也没有去，你们开始要打的是爱情跟婚姻是不一样的，你们开始有这样的义务，可是没有贯穿啊，完全没有贯穿啊。你们就去跟他讨论到底他爱谁，他爱谁，中间还有这些名字在吵，其实他是有爱谁，他也不懂吧。我觉得可以啦，你的可能那是你一两分钟吧，可是我觉得你抢来了，你要做什么，你要证明什么。这是我觉得我今天在妈妈看到妈妈尝试用很多东西去攻防上做了预设的准备要去做，可是我觉得最后的衣服没有达到，那我们这个进攻不成效。那我去看正方的问题，在你们的进攻不成效情况下到底守了多少，对我而言全盘是守住的。因为他们讲的东西非常简单，而且开始讲的很单薄，因为你们开出来的攻击变成他越讲越好，所以他就扩大了。对我来讲，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直接了当看得出那个差距。因为他们最后把婚姻形容到真的幸福美满不一定要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掰，起码我很掰，因为我觉得这个辩题是大家的角度问题不一样。那我认为他们的视角比你们高一些，然后他们在攻防上，他们也没有被你们攻破什么，反而是你们的东西，我认为被攻破了。你们被攻破的是，你越讲成这样子，你越证明了贾宝玉真的没有将来水宝钗，因为你讲得很辛苦了嘛，这个婚姻维持得很辛苦，然后我一直要鼓励他去娶够我爱的人，都感觉很辛苦。那我去看影片，我听你们讲，这个婚姻很苦啊。然后不要紧哦，到最后我在想，这样我应不应该跳去里面这样子想？你们的立论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可以，你要讲的是一个婚姻观。如果你整场像四辩讲最后那段话这样子打，我可以接受了。可是正方四辩讲了一个我很败的问题，就是我笃定我票一定要投给他们，我也不会转票的原因是，其实今天讨论这个辩题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林黛玉跟薛宝钗两个人物，没有人去想过贾宝玉是什么个性。那更完全串了他讲的，其实他要讲的只是契合度。如果我考虑贾宝玉的个性啊，这个契合度够 match 吗？他贾宝玉更是一个多伟大的人，他跟林黛玉可以在一起很开心的，可他们每天哭哭闹闹，可是这是他们生活的情趣啊。可能最后啊，你们还有考什么？还有没有去考试这种？我觉得没有证明到什么，反而是你们提出来他劝他去考试，都给他们强调了。他讲顺水推舟，那是因为他那时候家中如果还没有办法，这是你提的，给他们收掉了。所以我会认为这场比赛是这样子，反方尝试用很多你们预设的东西去攻击对方，可是攻击不成，反而给正方本来准备很单薄，你越讲越充实。所以对我来讲，这场比赛是没有质疑的。以上是我的判决，谢谢。就其实啊，今天的所有名著题，今天我好像是会评四场，该在评四场就评上了。OK， 我刚才评了一场，我前面你们讲的应该同样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叫我们要重复两次的时候，我今天我判这四题的话呢，我先交代一下我判准，我的印象票和我的决选票的判准差异有可能会很大，就是那些所有。技术性的东西，很多内容性的东西，很多那些攻防的东西，我主要会留到我的决选票里面来投。
而我的印象票这里，我会非常非常看重一个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李子杰老师在一开始说的，就是你只谈，OK， 这个好像是一个辩题，你只谈《红楼梦》里面，你很单纯的去谈那本小说，而没有继续去把这整个东西扩展出来的话，我觉得是很没有意义、很无聊的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说，你们谈这样子的辩题，怎么样都要结合一些可能是现实社会，可能是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你怎么样都必须结合来谈。如果你纯粹在谈一个《红楼梦》，纯粹在谈一个贾宝玉、林黛玉去宝钗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坐在这边，你们编了一个小时，我们点评了八个小时这样子。而今天我觉得。所以我印象当中这样反方是因为反方确实是啊，他就有说好，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只要看那个红楼梦，我们不是只要看贾宝玉，他放的很明确的是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婚姻的问题，讨论得好不好下来跟房怎么样是另一回事啦，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反观正方，我觉得说你们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机会去扩大来谈，就像子杰刚才说的，我觉得很多是你是很大的文章，虽然我觉得我也是会把你们当很多，就你们要谈的是哎，这种爱情观、婚姻观里面，个人意愿其实是最重要的，比起你那些什么啊社会的眼光啊，一定要给一个妻子定下一个妻子有什么责任、有什么条件啊。一个婚姻一个爱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们前面来说都打得很像是我们就很纯粹的看红楼梦，很纯粹的看贾宝玉，一直只是到结辩的最后那边才有开始谈，才有开始谈的哦，其实我们要看的是哎，一个人爱情方面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个人的个人意愿，这个东西在结辩才出来。所以我觉得我的印象票一个很主要的判处是在这里，就因为包括你们正当你们在自由辩论的时候被对方攻击说这样子打这个辩题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辩题有没有意义去问出题的人啊？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糟糕。OK， 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我一开始学辩论的时候是这样的，拿到一个辩题我们要做什么？拿到一个辩题不是马上去想哦，马上去看《红楼梦》，马上去研究一下贾宝玉、林黛玉是怎样的。拿到一个辩题，第一个做的是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辩这个辩题？这个辩题辩来有什么用？我今天需要花上一两个小时在这边跟更多人前面讨论这个辩题。如果我真的纯粹讨论一本《红楼梦》，真的是很没有意义。OK。所以我觉得我的印象票的判决是在这边，但是接下来我说了我总结票那里就会包括刚才所谓那些攻防这些问题，这里就说到反方，就是该直接有说的，就你们打得很生硬。 OK， 我觉得尤其是有一些辩题打得生硬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打爱情题、打婚姻题打到这样生硬，打到说妻子就有一个责任，就我们看了今天我们就是全程的来看男人应该娶什么样的妻子，哇，似乎好像有林黛玉这一类型的女人是永远嫁不出这样子的，讲到最后你们要带出来应该是这样子的样子。 OK， 为什么讲妻子就要有你这样子的条件，我觉得太过生硬了。 OK， 真的所以反而正方其实正方也是我就帮你们补说，其实你们不应该只在讲贾宝玉，你们可能要讲的就是 OK， 如果一个男人他本身个性就像贾宝玉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的男人， OK， 在有两个人给他选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选，或者说你到最后你很简单就是依回他个人意愿之类的。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断断续续有听到，但是其实不是非常的完整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正方其实今天你回应反方，虽然反方的攻击是反方的整个东西是相当生硬的，
但是我觉得这方借也借得不是很好了，我没有觉得说手到弯了，我没有，但是就是借得不是很好，就是你很多东西我觉得说你可以去你可以不需要手刀，像他们都比较生意，你不需要手刀生意。好像说他跟你谈了一个结果会离婚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不觉得说，如果今天我和我爱的人，我真的爱他，他真的爱我，我们结婚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不适合了，离婚，我个人心真上，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啦。OK，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要把爱情智商达到这样子的，你们真的要达到说，就是我们的爱情就应该以婚姻作为目的的这样子，爱情是最大的。那么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管他的，他把整个婚姻打得太过理性了。OK， 你们要打感情的话就敢敢的感性的去跟他玩这样子的东西。你们也不需要加入这样的东西，可能以后如果有分歧的话，那你们就开始有点退缩了，那种感觉。OK， 虽然可能那整个单据最后他们削弱你们的程度削弱的不多，但是你们给我的整个感觉就是你们也会在担心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了吧？在现在当你现在有爱情的时候。你还会去担心我和我的女朋友，我和我的老婆以后会不会吵架什么？需要担心的吗？这种东西不需要吗 ？OK，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啦。我这个观点是这样，所以我是我在讲我的决心嘛，还是会在综合的地方跟我的厂商的交流来说，和我的一项交流有可能。辩题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双方要，我觉得是那个 position 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个人，这个问是一个人，嘉宝应该问你，我要娶这个林黛玉比较好，还是娶薛宝钗比较好？我觉得如果你们谈他爱的只有林黛玉，完全不爱薛宝钗，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林黛玉是很爱的女人，可是不代表他完全不爱薛宝钗。所以这东西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应不应该娶一个你很爱很爱的女人，但是她偶尔有点耍脾气，有点小孩子气，有点幼稚，很多缺点？还是你娶一个你没有这样爱的女人，但是她这个你未来的未来事业上、前途上可以帮助你的女人？就是这个题目后面的要带出来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出来，我觉得你们讲的东西是 OK 的。一开出来，你们讲要尊重贾宝玉的个人意愿，就是讲三观一大了。所以你们要刻画，你们要阐述，要做三级的部分，就是两个很有缺点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开心，互相包容。你们一开出来就跟我讲你们开出来的角度就是讲相处很辛苦，即使很爱很爱这个林黛玉，但是相处很辛苦也是很难。所以你们要做的工作一就是你们要讲贾宝玉是一个不是这样完美，他就有很多缺点之类的吧。然后再跟你要刻画点未来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双方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没有很好的刻画出那一个两个很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可以很开心的那一个画面感，你们没有刻画出来，没有讲出两个人爱搭，我们讲搭啊这样子吧。你们没有去阐述，就一些例子告诉我们，即使这两个人很有问题。可能不是很好的人，可能未来没有很多钱，前途不是很光明，可是他也是很开心的在一起。你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很好的刻画出来，你们也没有很好的去形容贾宝玉的个人特点。你们一开始跟我讲他是多花公子，我是很想听的，他是多么花，他是多么的不能够决定一些抉择。你们这些东西没有很好的刻画出来，然后包括讲这个薛宝钗的性格，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刻画。所以一开始都没有，在我这边我开始聊，我就很傻了，大家都很傻。然后过傻到过，其实让我改变主意的，其实是从二辩到三辩开始反方的。因为其实你们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
爱要尊重他的意愿的话，他爱就要娶她的话，他爱吧。可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在二辩开始你申论的时候，你就有提出了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去攻击林黛玉的个人的问题。你讲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然后你讲他不成熟啊，然后你讲男人在面对低潮的时候要的不是会哭的女人啊，这些字眼哦，是很明白的，因为你勾勒出的那个画面就是这两个很有问题的人在一起是多么的凄惨。所以我就在想，你们可不可以勾勒出一个画面，是告诉我这两个人在一起不一定会这样凄惨，会很开心。所以你们就出一个东西叫做宝玉是很差，是不是很好的人，是一个不会想未来的人，但是在这个角色里面他是保护的角色，不是被保护的角色。这个东西很新，我会期待听出你们更多的阐论跟阐述。可是你们去吧，没有错，在这边还有一次就提过两三次，你们没有去对这个观点进行很好的阐述跟论证，所以我会觉得你可惜在这一方面呢，他们是在我心里面啊，我是他们白人粉。再来三遍就延续二遍该讲的东西哦，他不但在攻击林黛玉的个人的那个问题啊，他就讲回到家他怀疑不困难，然后第三就是解决衣服那些，那个东西是很有画面感，他是他们克成功了克，尤其在自由辩的时候，尤其就在马来西亚辩护，在自由辩的时候，你们要打一的是打一个选择就打破了节奏，不然你就要拉回你自己的节奏了。因为如果你给他们像刚才这样子快打，他们很快的把我们要打的东西打出来了，然后那个画面是对我来讲是很有画面感的东西的。他们连续打到分手三天后就忘记了林黛玉，我觉得这个点哦，你们是挺连接去一之前的阐述，这件事情上面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贾宝玉是个怎样的人？这个位置就是很好刻画，可是前面的时候没有出来啊，一直到你跟你的阐述，我才看你们在做什么。然后，那种重点不是在宝玉会听从这个宝钗啊，重点在他对你引导啊。然后每次讲林黛玉出现就是闹剧的开始，这些话语、这些情节的刻画，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凄惨啊，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很乱哦。还有我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讲一直吵架的问题，引申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可以忍耐他吵，但是未来不懂可不可以忍耐？这个责任，他们讲这些这个画面出来，那个责任就丢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要跟我，你们就要反观，或者是你跟我论证刻画一下，这两个很有问题的人在一起，是我知道他们两个都很有问题，在一起不必然像你们讲的这样乱，这样可怜。后面也会很开心，我觉得你们的讲的东西，你们刻画的东西不够，你们一直在打闪点，就是或者是重复之前你们前面有讲的东西。还有在自由辩手，你们四个辩手都要努力的站起来，因为我们评分的时候是看个人，在自由辩手有一个总分，但也是个人分。如果你们完全没有站起来的话，就是我也很难给评分啊。基本上我没有站过辩手，我是看评分，因为我不知道讲点。到解辩的时候，我觉得双方解辩都没有做得特别好，就是一直在讲这些东西。可是我接受，因为你们讲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判决就是看谁可以刻画到那个画面给我，然后看对方可不可以打破那个画面，然后看哪一方，当然共方，我觉得。在面对在咨询的时候没有点一个，在自由辩的时候面对对方这种快节奏的打法，有点有点迟，所以我们也是有点生硬啊，对吧？然后被保那个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我会希望你们，如果你们这是你们要讲的东西，我会希望你们阐述多一点，因为我会帮你们去补那一些漏下的那个论证。我听一句，如果没有过他阐述，我就觉得这东西我听不清楚，我要回答。所以直接场上把辩论的论证的语句的方法，我们要看。